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好多隻搶，中間紅運大師咧，入邊咧仲有精神威咧，出邊線路光輝最出德勝區啊，內欄第五位咧，咁啊仲有藍白環間三啊，仲有呢只協勝神區啦，出邊走咗上去啊，咁啊有隻綠色有雲啊 ，Hello Daddy 啊，大約跟住第七位到啦，就黑衫嘅，再入邊嘅馬啦，非凡賽車二搭尾五啦，內欄尾四有真益善啊，後邊三隻合拍威龍啦，尾二位置轉數高，咁啊暫時包尾咧淺藍衫嗰只。是與龍共舞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一千米段處，前面大放嘅馬係線路光輝啦，跟住第二位外邊綠色有雲啊，德勝區第三內欄第四精神威，第五紅運大師，第六協勝神區啊，第七黑衫係 Hello Daddy 啊，再後邊嗰五隻馬啦，有真益善紅眼罩啦，出邊尾四黃衫白帽非凡才子啊，後邊三隻合拍威龍啦，轉數高佢內欄咧就走唔到喎，因為與龍共舞響佢出邊啊冚住佢噶，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尾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都仲系呢只线路光辉啦，绿色有运就第二位啦，第三位精神威啦，出边第四仲有呢只德胜区啦，第五位协胜神区，第六位蓝衫蓝毛红运大师啊，再后边嘅马 Hello Daddy 真益善非凡才子大外当合拍威龙啊，转数高响尾二包咗落尾与龙共舞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线路光辉占先啊，绿色有运走埋出去啊，精神威呢个位啊上嚟啦，沿栏追紧，仲有呢只协胜神区啊，最出嗰边仲有德胜区啊，非凡才子嗰啲马最后。百米到投出系精神威，原栏上嚟咧，协胜神区好犀利，呢几步接近终点埋边，协胜神区赢出呢场赛事，精神威第二、第三，线路光辉，咁啊第四名有。